赞助这个中华高中的美术班，也是中华艺术高中的这个美术班的学生啊，办因的画展、毕业画展啊。我发现这些青年朋友，伊的作品啊吼，无输大人，会更较有思想哦。因会展现就是迄种自我的信心，甲展现家己的情绪、家己的思想，所以这是非常意义。咱希望咱的艺术会当按国中、按高中的开始扎根，希望透过这样的培养，我们也能够培养出彰化未来的艺术大师啊！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工作啊！所以彰化市公所真愿意甲咱彰化市在青年朋友啊，这艺术创作的青年朋友。共同打造这个城市，搁靠人文素养，搁靠艺术美观，一个快乐的美丽城市。